喂，干嘛呢？哎，忙呢。怎么了？你在家呀？对呀，有什么事儿快说。没事，过来，拜拜。啊？莫名其妙啊！这。 你在干嘛？在家陪狗玩。哎，快点儿！怎么来了？哦，我顺路过来看看你。这什么顺不顺路的？我忙得很，没工夫招待你。别，我来都来了，让我进去坐一会儿，我来还东西的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的吗？我不记得我送过你这玩意儿。哦，是你邻居小弟弟昨天借我的。他昨天去送你了？不是，昨天晚上风大，他就把衣服借给我了。 啊，风大啊！你们什么奇怪的眼神呀？啊，怎么了？告诉你，我可是人美歌甜，给我送个大衣怎么了？说不定他还想给我一个爱的抱抱。嗯。 这先走了，来都来了啊！来，过来坐会儿。来嘛，来嘛！我不想坐，你坐一会儿嘛，又不是没见过。哎，你刚才跟我说，说不定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来着？哎呦，今天还挺巧的，我们俩刚下两盘棋你就来了。那你们继续下棋呗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学姐，你不是说要来还东西的吗？哦，对，这个给你，谢谢啊。啊，学姐太客气了，你可以留着的。我留着？我怎么好意思留着呢？ 学姐的心意，我还是收着吧。心意，什么意思啊？学姐果然是又美又甜。哎呀，我刚刚是在开玩笑。学姐很喜欢开玩笑吗？对呀，朋友之间开玩笑不是很正常，是吧，一头？可我很容易当真哦。啊，那我以后。 就少开点玩笑呗。哎，你们俩这你言我一语的，累不累呀？跟说相声似的。坐下喝口水。哦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那好走不送啊？我送。我送你下去吧。顺便帮我把垃圾带下去啊。没事。 学姐，你是不是在脑补电梯出故障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就好。你盯着报警器已经很久了。不然我要盯你啊？可以啊。怎么做到说这种话的时候，脸不红心不跳的？ 哦，谢谢你送我，我先走了。学姐，要不要？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！